咱说实话，姐妹们啊，你要是花9.9块，你还真买不着咱家这种配置的。你看咱这个料是不是老足了？咱也不是小克重的，一大包是420克，净含量是420克的啊。然后一共是3个味道，有这个水果果粒的，然后还有酸奶果粒的，还有坚果果粒的啊。那个酸奶果粒的里边添加的都是冻干的酸奶，咱们平时可以拿它拌个酸奶呀，拌个冰激凌啊，就这个你就空口直接吃，它都很好吃，你就拿它当个小零食吃。我吃的这个是坚果的，里边有巴旦木，有核桃，还有腰果，还有葡萄干，还有草莓粒啊，还有麦片，各种谷物圈都是低脂低卡的，咱们减脂代餐期特别适合吃这个。这个水果的里面你看有这个葡萄干，还有这个猕猴桃，还有圣女果干、冻干草莓干、椰子片，这个料真的老足了，姐妹们，10多块钱，11.9块一袋，买2袋的话更合适啊。这个平时咱们不爱做饭的时候，你就来上这么一碗，又好吃又低脂低卡。哇，大颗的巴旦木好香啊！我吃的是咱家这个酸奶，热量老低了。你要晚上不爱做饭，或者孩子早起上学来不及了，你就给他拌一碗这个，又好吃又健康。像这种的孩子也都特别爱吃，主要是吃着省事儿，还凉快。天气热，说实话，那饭太热了也真是不爱吃。它里边这个麦片也都是熟的，你就可以直接这样拿它当个小零嘴，直接吃也很好吃。就这种香香脆脆的，你看它里边这个料真的超多，它那个麦片的含量是最少的，其他的东西都要比这个麦片要多很多。好吃，它这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果干自身的甜度。你就这样直接吃也挺好吃的，但是它不咋甜，没啥甜味儿。你要喜欢吃甜的，你就拌点那种稍微有点甜味的酸奶给孩子吃，咱大人吃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口味就是刚刚好可以接受的。尤其是夏天，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吃这种比较简单的饭。这个你就直接这样吃就可香了。还有大颗的葡萄干，猕猴桃干，这里边这个玉米片也都是那种低脂的，配料表都是没有添加剂防腐剂的啊，咱们可以放心吃，给孩子也可以放心吃。一大泼了就是这一包的量，严格的说已经不到一包了，因为我已经吃了2顿了，就这量真的挺大的。咱们要是光早晨当个代餐什么的吃，一天吃1顿的情况下，你吃半个月都没问题。如果爱吃的，我推荐你们拍这个水果的，我个人觉得水果口味的很好吃，它就是那种甜甜的，再加着那个粮食本身的谷物香，我觉得这个好吃啊，强烈推荐这个。